晨晨，等会儿你替来哥跟那个琪琪过来啊。你替来哥爱吃肉，那鱼你就别看了，他懒，他不爱吃，他一吃一口进嘴了啊。嗯，那个在这地方买不合适。不是。我知道那边有一家好地方，我领你去，走走。哪儿啊？哎呀，快点的吧，走。哎，够了，够了，多少钱一斤的哦、我有点拎不动了，咱们也没问题。我拿，给我。嗯，给你拿一半吧。我兜里那兜能打有蒜多少钱啊？大蒜五块钱。不，我要两头，那两头我给你拿啊。土豆，一会儿跟他讲讲价，多买点能便宜，省点是的。需要两个哈。来两个，然后来葱蓉啊，这是这个不？对，这个一块三。哎，这也有哎。走走，这可以拿着不？可以，我挑一根。拿去了，随便拿。嗯，那三块的一块三。买一个这个吧，一个细一点。一块三。别折了。拽了不要了。那个这个扔了。不要了，这个不要了。4块钱，5块1，5块4，辣椒4块，5块呗，5块4毛钱啊，5块，4块钱一斤，5块呗，大姐啊，行，谢谢啊，没事，没事，以后我再来，啊，一会儿就住这旁边，拿袋自己装，装上，那有特价的骨头，老板，这脊骨多少钱一斤？7.5。给我挑一块小一点的吧。你不都穿点，今天聊聊，还行吗？啊，小点的啊，年轻没有扛度。给我这块，这个这个肉多啊，能帮我再切一下？不用切，肉脸骨都拍。老板，这排骨是净排吗？对。给我来两条呗。你看今天省这么多钱，嗯，这土豆和大葱刚才省了7毛，刚才买那个肉，你俩爱吃的肉买那么多，加起来买的特价一共省了6块多，嗯，还有我刚才买的香菇啊豆啊省3毛钱、嗯、行，这些东西，哎呀妈，慢点，疼不疼？都暗器。要准备刺杀你，嗯，我跟你说这些东西省出来够我明天坐地铁和公交的了都。嗯，就你今天在这，哎呀，气死我了！你都要不让我讲价，你要不在这，我发挥的更好。我跟你说，嗯，我能省下来你明天一个打车钱。行。芒果呀，鞋买来了。给我的，嗯，小干净人。嗯，赶紧。哎，走吧，回家吃吧。走。哎，坐。啊，来了。哎，坐。哎。干活呢？啊，不行，我坐，给你搁这，我说回家做饭去了。啊，来，衣服脱了吧？不热呀，衣服咋整啊？吃冰淇淋能蹭上。你看，你帮他收拾收拾呗。我帮他带一点吧。啊啊，辛苦你了。客气，假客气。不是吧？怎么回事？嗯，强哥错了，强哥认错了。你这颠的熊玩意儿。行，你看吧，干活去。行啊啊。哥，嗯，这买啥葱啊？咱之前买不都是那种整好的，拿家要吃的吗？你这玩意儿还得……明哥，你过来。啊，咋了？嗯，金明哥，嗯，甜甜挺好的，嗯，但是我觉得姑姑不会接受他，因为你们的成长环境还有家庭。包括你们的接受教育的程度都不同，还有你们的个人喜好啊，包括你们的生活习惯有很大差异。嗯，如果你要是真的想跟他在一起的话，我觉得会很难。姑姑不是常说吗？嗯，恋爱容易源于5官，婚姻不易源于3观。而且哥，我知道你这个人做凡事都太认真。如果你不是考虑可以步入一段婚姻的话，你是不会去接受一段感情的。嗯，咋的了？就聊这三观这那咋的了？
我说金明哥和甜甜的。哎呀，处对象跟家里有啥关系？那我俩不也挺好的吗？对吧？住个小房子，咱过点小日子，对不对？那可不一样。对，兄弟，琪琪是因为小时候跟咱们一起长大，然后咱们一起接受那个教育啊、知识啊，还有生活习惯都差不多，所以感觉不到说什么有差异、有变化。但是兄弟，你别忘了，甜甜她跟咱们不一样。我懂，哥。但凡你有那个坏心思，你都不会这么纠结。爸，我来吃饭吧。行，别合计啊，走一步看一步，吃饭。